刚才有老师说你们都是小矛盾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原谅的。喝完了酒不接女朋友的电话，他那电话不是在监控你，在监管你，是在关心你。你去把他的关心当成对你的刁难，对他大发脾气。他的猫死了，可能对你看来死的只是一只猫，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，但是对他来讲，那是他陪伴了很多年的他的一个亲人，他很伤心，他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你的慰藉，而你却选择了轻描淡写，不就是一只猫吗？大不了再买一只更贵的。还有别人踢了他的箱子，他受了欺负，这个时候他不是要听你讲那些没用的大道理，他要的是我的男人在哪里。他好意为了讨好你的父母，为了巩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，下厨为你父母烧菜，哪怕是真不好吃也不应该当他的面说出来。他好不好吃不重要，他需要你的肯定，需要你的支持，这很重要啊。你看你刚才在台上的态度，好像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未来的生活，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中。为什么他的人生需要你来计划？难道他没有权利去自己计划计划吗？今天站在台上非常理直气壮，道理都被你一个人讲完了。家是讲道理的地方吗？家是讲爱的地方。你现在给他的爱缺失了，你讲这么道理又有什么用？刚才女生说了一句话啊，叫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我相信就这句鸡汤坑了你八年。白首不相离有个前提，那叫遇到对的人。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三观不合的人，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天天在折磨你伤害你的人，那你不觉得离开也是一种及时止损，也是一种智慧吗？